其实有点困难。那我讲过啊，你可以不用一次做完，你可以分阶段做。什么样叫分阶段呢？我说这个，那一先把游标放在年，这个 DATIF 这个范例年龄，这个出生格是 C15。然后呢，特别注意哈 ，DATIF 因为不能插入函数，所以你只能自己打，等于什么？等于 DATIF 前括弧。然后呢，三个东西，第一个比较前面的日期，其实就是他的生日，所以你就点一下 B15， 逗点跟哪一天比？跟今天比？哎，今天的话，啊你怎么打今天？其实用 today 就可以了。啊，特别说到这里哈、哦，就要自己打 today 哦。那 today 打完之后哈、哦，记得这个小括弧一定要打上去，因为 today 哈、哦，刚刚问到那个问题很好，就是很多同学都漏掉那个小括弧，他就错了，因为函数一定会有括弧，如果没有括弧，那就会出错了。只是说那个括弧里面有没有传递引数啊？可能有传一个引数，传两个引数，传三个，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传引数，所以空下来。逗点，接下来的话比什么？比年几岁，所以给个 Y。好，全部打完了，按个打勾或 Enter， 44岁 ，OK。可是问题哈、哦，这个好像还没结束啊，后面还要什么？岁、逗点、N 的话是几个月啊、哦、？N 个月又 N 天，所以呢，我习惯会怎么样？把底下的这几个字有没有？因为我后面要串什么呢？串刚刚那个，这个后面有没有？还要再串上这个有 N 的嘛，对不对？第一个 N 是44岁，然后呢 N 个月又 N 天，所以我可以怎么把这个岁一直到天哦 ，Ctrl C， 或按右键复制也可以。再来呢，移动到44的后面这边，就是跳到公式这边哈、哦、，and 串接什么？哎，那、啊、因为我要把刚刚的那个东西贴上。那因为它是一个文字，所以记得前后加双引号，先前双引号，再把它贴上。贴上你可以按右键或者按 Ctrl V， 在后双引号，也就是说呢，在这里面有没有把刚刚贴上的东西前后加双引号？那为了要跟前面的公式串接，所以会多一个 and 符号。好，那你做完之后打勾一下，有没有发现44岁？逗点 N 个月又 N 啊，后面其实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有没有？但是后面有两个 N， 现在哈、哦、还不是正确的答案。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两个 N 可以变成正确的答案？而且特别注意啊，就是要把什么，把这个第一个 N 个月的这个 N 有没有变成前面的公式？但是哈、哦，前面公式呢是 Y， 对不对？那你把它改 YM， 后面这个呢？后面这个 N 天有没有？一样把它带一个公式，只是说呢，要把那个 Y 变成 MB 就可以。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就是你要把这个 N 个月哈、哦，这个地方哦，放这个公式。它、啊、放的方式啊、哦，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可能有点难度，而且比较容易做错哦。一，先把前面的公式复制 ，Ctrl C。二的话呢，记得把这个 N 有没有先选起来，啊，做什么呢？因为哈、哦，我要在这个中间放公式，但是我不能直接贴上去哦，因为这个 DATIF 这个公式，那我现在要放在一个文字里面，那必须怎么样？先把它切开来，中间再把它串接，公式才能放进去。OK， 这个是规则，而且是最容易做错的哦。那、啊、我做这个给各位看一，哦，不过你可以，也许像背口诀一样嘛。一，先把前面的公式复制。二哦，双引号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and， 再移到中间，再把它贴上。把这个 y 呢，加一个 m 就可以了。打勾一下，哎，9个月出来了。OK， 好、哦，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是说那个
中间怎么样把它放个公式，我在细部后面还有个 n 哦，我再把那个细部做一遍哦，一把 n 选起来，对不对哈？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那、你想说为什么要两个双引号？那道理很简单呐、意思就是说哦，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连续的文字，那可是我要在中间放一个什么公式进来，所以我必须怎么样把原来的字串哈、把它切开来。那、切开来变成说前面一段，后面一段，中间放一个公式在里面。那你要跟公式串，你不能直接放进来，你前后一定要加 and 符号。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只是说要做对也不容易。那所以这个地方记得哦，本来是这边是 n 天，对不对哦？那或者是你可以背个口诀啦，一把 n 选起来，然后呢，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 and 再移到中间，不然你就背口诀嘛，双引号两个，中间 and 移到中间，然后再把它怎样贴上就好了。贴上之后呢，再这个公式太长，再把它这个参数改成 md。好，打勾，结果做完了，向下填满 ，OK 了，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只是说可能你们那个熟练度应该还是会有差，做熟了你会闭着眼睛都会了啊，做这个东西熟了之后，你会发现做起事还蛮愉快的，因为很快，其实这资料完全都听你的话，不是听你的话，因为是你熟它了哈、那就这样就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放在一个几岁，几个月又几天的这个讯息，所以我们用了 dative 的 y 取得它的年 ，ym 取得剩下来的月 ，md 取得剩下来的天，那把它放进去，这样就 OK 了。所以我刚刚主要是分成三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是用那个 dative 去抓到那个它的岁数。第一阶段，那这边的话比较可能会有注意事项，就是 today 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小括弧。第二阶段是后面在什么？后面在 end 什么呢？把后面这个这边这个几岁底下这一串 Ctrl C， 然后移到这个的岁的后面 end， 然后双引号前双引号贴上。后双引号串它打勾然后再把 n 改成这个前面 dative，Ctrl+C， n 的话呢就是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先把那个 n 先选起来，然后 end end 再移到中间，再把刚刚的 dative 公式贴到 end end 的中间，把它改 ym。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end end 再移到中间，再贴上然后这边改成 md， 那答案就完成。只要你没有做错很快的就可以把那个精确的年月精确的那个它的岁月天全部做完了。OK 应该可以吧？试一下，反正就把它熟练